打一辈子星际，做一辈子朋友。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这一期由少帮主带来的精彩战报解说。那么这期帮主带来的这场比赛是来自于两名韩国选手，人族选手是来自于 Prime 战队的 Ban， 也就是我们前假赛案的这个主角之一啊。然后虫族选手出生在地图左下方的，就是来自我们 TSL 战队的 Revival。那么这两名选手呢，可以说都是韩国的高手了。那么 Ban 既然能成为假赛案这个让赛的主角啊，也可以说是实力雄厚。这个跟他一起打假赛的是来自 Slayers 战队的 Coca。那么这个先介绍完 Ban 以后，我们再来看看 Revival。Revival 这个名选手呢，虽然成绩上并不达到这种 GSL 最顶级的水平啊，但是也是属于 TSL 战队的主力选手。那么看一下这个虫族玩家出现在地图左下方。那么目前这张地图的 GSL 破晓，这张图呢还是比较平衡的，在 1v1 上呢，不管哪个种族开矿都还比较容易，也就可以说比较平稳的渡入到中后期还是比较的容易。好，那么这张地图呢，我们看 TVZ 应该是很多了啊，记忆犹新的应该还是我们这个有一次 TVZ 波特打 Simple， 机械化，然后被 Simple 的毒爆虫啊，把这个波特的五六个坦克两个雷神炸的是一干不剩啊，所以大家对这张地图应该说是非常的熟悉。我们来看一看这张地图，其实人族啊可选择性还是比较多的，不管是机械化还是这个一种是爆火车的打法，还有一种呢就是走正常的 MM 部队都还可以，而且这个主矿跟三矿的距离呢其实是比较远的，那么如果防守不好的话，容易虫族被打双线拆三矿，或者说去主矿骚扰虫族呢，要做的细节也很多。那么四矿其实呢相对来说好开一些，但是呢由于水晶呢比较少，所以大家有时候会选择远点的这个矿，那么距离越远你的这个防守范围就越大。好，看看人族这边的开局，先是一个兵营堵口，人族应该是没做气矿，还是要直接放二矿的啊。这个虫族呢也是放下了，是裸双之后放下了血池。那这个样地图的这个直线距离，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是非常远的。不要看这个中间啊，中间这个其实走过来这边是有一个岩石不能通过的啊，所以这张地图直线距离比较远，一般不会就是带着枪兵过来压制，所以说虫族在这张地图上也是非常的容易开出自己的二矿，而且基本上毫无压力的。我们看到非常可爱的虫子呢是正在孵化着这个主基地，然后人族这边二矿放下，这边一个枪兵呢是先开始练练枪法，看看他这个枪法准不准。哦，他非常明确的在打，而且每个点好像还不太一样，每次攻击呢都没有攻击到同一个点上，所以说这个机枪兵呢可能他击杀数不会太多，我估计控制在三以内吧。啊，他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枪法了，不太好。如果是鬼兵的话呢，我相信每一个炮啊，每一枪都直接点在了这个补给站的中间。好，最后还是农民补刀了吧？哎。哦，这个打的岩石不算击杀数啊，这个我一直还真没看过，不算击杀数。如果算击杀数的话呢，这个枪兵可以依托这个自己的这个练枪的方法呢，去把对方的也拆掉，就击杀二了。虫族这边放一个 overload， 我们知道这张地图有一些点啊，像这种小方块就提示你放这一个 overload， 可以观看视野、防空投啊什么的都可以。这边绕了一个路啊，绕了一个路。SCV 藏在这里哦，刚才这个 Overload 还真有可能看到这个 SCV 了，一会儿可能小狗会来抓，来一条狗，果然是一个纪律性，要绕着地图呢走一圈。哇，这个每个细节做的都还是不错的，这样的话这个 SCV 是会被抓到的，虫族选手做的还是非常的好。 Revival 也是非常强劲的实力，这边放下了重工厂之后呢，三基地应该说是三基地还先放的吧，看这个进度应该是先放三基地后放的重工厂，那这样的话是一个两矿三基地开局。然后前期人族是比较偷兵的，这个只出了几个枪兵，用一个地堡依托地堡来防守。虫族家里面呢应该说继续的运营哦，目前看呢这个还在狂补农民，并没有想直接放三矿，这边终于是追死这个 SCV， 两条狗立功了，哎，还差一下，两格血应该是没什么悬念，马上就被点掉。哦，人族这边很快起了更多的气矿，一下就开到三气了。开到三气以后会怎么选？这个气矿其实有点多了，这个时候开三气的话，它可能要变招，不是一个常规的打法。因为农民还没有补满，就已经开了三气，交换附件，这边放科技实验室。
虫族并没有着急放三矿，只是放下了蟑螂巢，想防一下对手可能来的火车。但是其实火车并不快啊，这个时候因为是先放下的这个三基地，所以说这个重工厂的进度也是受到了影响。目前来看，这个经济优势呢，我觉得还是人族占一点点优势，因为他已经三基地了，他随时可以用依托自己压出去的火车封对手的这个小狗出来的侦查而开出三矿。那么这个 Overlord 能不能看到三矿呢，也是成为了接下来的一个焦点。如果说发现了人族的三矿，可能虫族就比较可以针对的打一下，但是如果不知道是人族这么快开三矿的话，虫族可能要吃亏。暴力波蟑螂选择一波蟑螂推进，我们来看目前这个人族的部队呢是顶不住蟑螂推进的。这波蟑螂数量我们来看一下，又出了五个，一共是现在有11只蟑螂，12只蟑螂应该说还在持续爆，这一波过去应该有16只蟑螂左右啊。这个对于人族的三矿是非常凶的压制，但是三矿还没开，也就是说会直接破二矿，一个地堡是绝对防不住的。有没有光头哥还在出枪兵，坦克才刚刚开始造，这个支架还早着很远很远，而且第二个兵才刚放下，感觉这一波人族可能要吃亏了。但是人族有三基地，这一波他亏一点还能接受。来看一下正面，蟑螂来了，这时候压力很大，来了狂修地堡，这个地堡是能修住的，能修住的。蟑螂不要这样送啊，要点农民，对，点农民，换掉了三四个农民了，好，把农民点走，后面蟑螂还是很多，再点农民，五六个农民了，再点地堡，点地堡掉了，还掉一下，哇，这都修回来了，开始点农民，这应该是人族农民比较强大呀。好，坦克一出来，这个蟑螂就没得打了。这个时候不要冒进了，蟑螂大概也死了有个六七只吧，不敢说更多。然后农民也死了五六个。那这波交换呢，虫族顺势是把自己三矿放下，但是由于交换的时间呢还比较的短，所以三矿还没造好。那这样其实，人族还是有点小亏的啊。虽然蟑螂也死了那么多，但是你毕竟这么多农民一直在停采，终于才回去采矿。要等很久，而且三矿也是遥遥无期，这个一时半会儿是出不来了。没有足够多的坦克或光头哥的话呢，是推不出这个蟑螂这个进攻的。好，这边来看一下双 BV 造好了以后，会研究一下攻防，看一下他升的攻防会选择怎么样的进度。注意一下，56农民对48农民，现在虫族农民是领先的。升级的是二本，同时呢，攻防升的是还是近战的啊，蟑螂只是作为一个过渡。这样的话其实这波蟑螂还是很有效的，因为我们知道人族很早的放下这个三基地，现在只能作为一个矿罗和捕农民的提供，也就是说它没有达到一个最优化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开始往外飞，但是只有两个坦克，这个接下来是一波提速狗加蟑螂可以打双线的，比如说这个三矿用蟑螂去打，然后提速狗直接溜这个主矿，都是不错的选择。这边开始升级坦克的一攻，同时双升 BE 的攻防已经完成一攻一防了。这边 Ban 也是比较的快，又补下更多的兵营，准备一个大量的 MM 加坦克加一老鼠艇的组合，放三矿，重组三矿已经好了，并且开采。62农民对55农民，看一下科技走向，科技走向是感染虫啊，用蟑螂拖小狗和感染的组合。蟑螂还研究了移动速度，这样的话可能后期还是要使用蟑螂作为这个一部分的作战兵种。好，这边开始修防空了。哎，其实呢我没有走飞龙让你修没关系。这边建筑学其实摆的挺漂亮的，大家注意一下啊，这边三个建筑16码好，这边两个建筑，这边三个建筑还是不错的。白岸的建筑学呢也是比较的美，我们知道很多玩家在玩的时候打建筑学都比较的随意啊，最后放着放着发现把自己兵卡死在里面呢也是难免的，所以说建筑学好还是有好处的。我这兵数量超多呀，我来看一下多少兵，九兵营暴兵啊，三矿九兵营，加上一重工和一机场，那大量的是 MM 的组合。但是如果感染虫用的好的话，这个枪兵不给力啊，会被感染虫定得很惨。现在虫族军坦铺的不错，我们看地图的一半已经被虫族的军坦覆盖了。而这个时候因为虫族没有飞龙嘛，所以说他也对人族的这个家里没有什么可骚扰的。这边人族房子也细节也很好，坦克跟枪兵防守矿区，这边后面矿后应该再修一点就好了。虫族放下了四矿，同时呢升级自己的两攻两防，人族两攻两防和这个坦克一攻马上完成，虫族升下了三本。哦，双方缓慢的步入到了一个中期，现在已经进行到了13分钟，虫族的人口报到了155，估计14分钟的时候就基本快200了，14分多的时候就快200了，然后人族这边是137。感染虫来了，这一波是有能量的，有能量以后看看能不能打一波交换。
可能这个时候人族站位还不错，监察王虫也看在这里，看一下监察王虫的视野，看得到对手的部队就在这儿，先咬掉这个岩石，让自己进退比较容易。同时呢，家里利用这波一会儿的交换，可以拖出自己的三本科技。后续的大量的狗马上就到，已经报到173人口，人族人口也不差啊，因为人族这运营也很强很强，85农民对68农民，有矿楼的支撑下呢，人族的采集率上是差不多的。那么虫族呢，其实由于它的后续需要很强的这个后续能力啊，还是来了这波，有没有定一下？好，定一下两个医疗艇，这个时候再定，想活活把医疗艇定死吗？直接扔几个蛋，好的，这样的话再定上一把，这几个蛋把医疗艇点掉啊，这个异化作战体的攻击力还是非常高的。由于没有飞龙啊，所以说人族家里面是很安全的。这样的话让人族刚正面憋三矿正面的话呢，我感觉虫族还是挺难打的。虫族家里面是放下三本的，应该是放牛塔吧，因为它没有龙塔，目前还没有放。现在人族修一个感应塔，想看你部队在哪儿，这个是非常好的选择。这个位置修一个感应塔的话，完全可以掌握虫族的一个部队动向。来了，全看见了，都在这密密麻麻的集中着。我们来看一下人族家里面视野，来了，看到一堆红点，准备出动。我们听到这样的声音，来注意一下。好，这边是把一个矿推掉，然后重新再造下。这边埋了一条狗，但是在感应塔里，这条狗因为在没在防空范围里，应该没在啊。这条狗是看不到的，大家注意一下。这边军坦是能看到，来了，正面看一下有没有钉。好的，一把钉，两把钉，死得很快。哇，这波人族还是由于兵力啊这个比较的充足，这波红血的枪兵也没有赶快的点掉，虫族的这个三攻三防没有完成也是个问题，而人族的这个两攻两防完成了，三攻三防也在升。好，雷达开始清，这个时候才放龙塔，感觉有点晚了，还是出牛吧。对，牛塔这时候好的，接下来一波是要转牛的，同时有空投啊，注意空投跟 Orlo 的移动速度也点下，龙塔也开始做出，因为虫族现在是四矿经济非常的好啊，所以这都不好说。好，那个看一下双方的那个人口，现在是181-200，虫族是留人口在出牛。所以说人口现在不到200，人族已经到了，这边打爆了一个基地，一把雷达扫过，想清军坦，可惜这没军坦可清，这不是压力挺大的吗？一件事儿。啊，虫族选择换家吗？这已经进感应塔的范围了，所以说你要赶快，要不然人族就反应过来了。这边来了，想拆这个四矿，四矿这边有毒爆加上小狗来防守，但是感觉兵力差太多了。哦，想回包，两面夹击的话还可以啊，可以选择这样的打法呀。啊，这边已经开始准备拆你的矿。哦，虫族可能要放弃这片矿了，这个有点难打呀，农民全藏在里面，小狗和农民死得很快。哎，需要一把雷达，虫族要包了吗？打牛终于出现了，这个攻防不到位的牛，但是输出也是很高，也很能顶，往上冲，坦克这一波先吃掉，紧接着人族里面的枪兵怎么办？这波坦克是被牛狗蟑螂给组合给吃掉，现在已经没有感染虫了，这个枪兵可以通过医疗艇带走一些。好，这个牛打枪兵还是非常快的，你打我呢攻击力你不够，感染虫有没有定？那么虫族现在只有三矿了，人族也有三矿，三矿打三矿的话肯定是毫无优势的。目前看到这个局面，虫族虽然很快的步入到三本阶段，但是由于攻防没有跟上啊，现在这个三攻三防还没完成，还要等一等啊。这个三攻三防完成了以后呢，这个牛的防御力就有六点了，现在有五点，六点防御的牛呢，这个三攻的枪兵啊只打三滴血了，这不是很尴尬的一件事情吗？来咬一下，把这个枪兵咬掉，保护自己开出新的矿区。这边两船医疗艇的兵来了，一船也够了，这一船足够拆掉这片矿。这边清军坦，好的，还能清一个 overload 的，这片矿肯定是掉了，虫族反应也来不及，否掉，直接被打掉，有点亏。Revival 这时候也操作失误了，看一下双方的这个 EPM， 平均都是200多，然后当前都300了。这边开始修四矿行星要塞，同时呢大牛还在造，5个5个的出啊，这个真有钱啊，虫族
同族又报到了195人口，人族这个坦克正在升三攻，由于坦克这个防御呢不是很重要啊，主要是攻击，所以说一般会优先升级攻击。那么现在这个局势来看，人族四矿开出来的话，人族就是有优势的，因为虫族这个四矿真的是开得太晚了。虽然说虫族还有一些存款，但是明显人族的存款更多一些，注意一下2000、1000，这边是70、200多，而且虫族开这片矿呢只有一个气体和六片水晶，就对于他来说呢是不太好的。现在其实人族需要把军坦清掉，然后才能开更多的矿，这是最大的问题。这边埋地狗加上一个 Outlaw 的，这你绝对很难受。人族还是要清矿，要把这个清掉这么多的军坦。虫族这波的军坦确实使用的很好，很好的限制了人族开矿。而且刚才虫族一直是站着这片矿的位置，而且让你看着我在这个位置，这样你不敢轻易过来开矿，也是虫族的想法。三攻的坦克马上就有了，哦，冲正面了，牛顶在前面就没有修了，哦，地堡直接点掉。我们来看一下毒爆虫冲上去，全部炸掉，非常漂亮。干扰虫退回去了，定上几把，干扰虫可以走了。这样的话，牛眼碾压了。哇，刚才非常漂亮的感染虫配合毒爆啊，这个牛吸引了所有的火力，然后毒爆冲上去就全部炸掉了枪兵，这一波一下就让这个 Revival 把这个人口优势直接打出来了。那么人族虽然枪兵的这个兵营数量有17个啊，但是补兵还是需要等一等的，改光头了，这确实枪兵打不动了，必须要光头来打牛。好的，冲上来，这边一个骚扰呢也是没有起到特别好的成效。来了，这边狗咬上了光头。好，点掉。刚才一波决战，这个虫族的操作也是非常的好。当然，这样的话也给了人族一个提醒，因为这波打不死人族的话，人族可以反应过来，他接下来马上一波就变成光头为主力，枪兵为辅助的一个组合。那这样的话，你的牛就瞬间就废了。现在呢，就需要考虑转型一些其他的兵种了。我感觉这时候持续爆牛的话，虫族要吃亏啊。我们在多次的看这个 TVZ 打到大后期的时候，这个牛就是被人族这个 MM 部队是耗死的。你牛很贵，而我这带着光头输出呢，打这个牛又很快，所以说牛狗感染如果用不好的话呢，容易被慢慢的消磨致死。现在存款上面双方都不太多，人族因为那一波200被消耗了以后呢，也是补了大量的兵出来。重工厂有几个呢？2重工爆坦克，然后17兵营啊，这个人族的爆兵能力也是相当的强。而虫族现在呢，只有六个基地爆兵。家里面开始升这个大龙的一房了啊，终于要转型大龙了，腐化已经出来了。这个时候光头多了，大龙就出来了，威武的这个组合，龙狗牛这样的组合确实还是不错的。感染虫作为一个打辅助啊，五号位，平时包个鸡包个眼什么的，然后扔一把定身啊，控制技嘛，控制型这个辅助，这个冰女之类的啊，威一下再 E 一下，就这种感觉来了。好的，看一下，哎，这个路口太小了，实在不敢冲，我感觉还是要等那个大龙，他现在可能也给对手一点点这个威胁，让对手感觉到我可能随时进攻啊，但是其实我在等这个孵化飞虫。把飞虫已经飞过来到位了，哎呦，这一把雷达，你说你是不是神一般的意识啊？还当着你脸上给变下来，这时候开始爆围晶，但是我感觉这波围晶出来有点晚了呀。这几机场爆围晶，三机场爆围晶还来得及啊、刚才一口气能造6个，那就还不错。这边补了2个机场，还好提前补机场了。现在的话，6个围晶出来呢，还能打。双方都还能打，送农民了。人族需要腾人口，送了几个农民又送了。人族现在已经知道了，现在人口需要更多，送一些农民，然后打龙的数量有7只龙。好的，这7个龙加上多少头牛呢？6头牛，7只龙，57条狗来了。维京已经开始白点了，这打大龙数量会非常快，但是没攻没防，大龙是有一防的。好，看这个正面战场来了，冲上去。哦，这边感染虫又定得非常漂亮，但是感觉这一波有点打不过了，就是光头打牛太快了。这样的话换完了以后，虫族锐降到100人口，人族187人口，很好。人族这一波就是光头果断转型啊，克制牛太凶了，这虫族到后期出牛就容易被光头白虐。
这三公的光头啊，打这个牛实在太快了，维京降落下来作为地面输出，虫族需要后续的一波兵，但是续不上来了，感觉虫族这时候机会不是很大了呀。在前线这边各种雷达在看你的兵的位置，人族这个在自己优势很大的情况下细节做的还是非常好，刚才那一波果断的转光头配合维京的打法确实是让人族一下就翻过来，把这个整个局面就优势就奠定下来，也可以说胜势就在眼前。虫族包上来先吃一波你后面的部队，局部战呢还是比较凶的，因为毕竟有这个狗哦。维京这时候在天上，那这波应该是换完了。哦，感染虫是新补的一波，应该是。好，人族是换到了153人口，但是人族也是只有四矿啊。五矿终于是开出来，才刚刚开，这边派了三个枪兵去清理对手的部队。好，打到后期又是很多医疗艇都存活在这里，但是感染虫下一次遇见你是不会让你活的。来看一下双方建造栏，再造的是还是光头加枪兵，而这边是雷兽，我们的大牛。来看一下这个威武的大牛长相啊，走起路来还是非常的萌的啊，这个左右脚协调的非常的好啊，加上两个大钳子在空中啊，这也不算镰刀啊，这哪算钳子，非常可爱的牛。双方到了30分钟的话，157人口对119人口，人族这个有点穷啊，人族这个主矿二矿三矿都干了，只剩下四矿那六个水晶在采，而虫族呢这有一片矿已经在抢钱了，而这片矿要重新开三矿啊，还有一点点。双方都是属于一个比较经济紧张的时候啊，人族已经开始远程采矿了。这片矿怎么采哦，刚才可能是被一波拆掉了，还是取消掉了。我说怎么刚才这片矿我记得已经造了很久了，这边农民还被受感染的枪兵干掉了，这样打的可就不好说了呀。现在虫族是有矿的，马上就是重组两片矿，而人族现在只有六个水晶，用一堆矿螺在采。人族的经济是很差的，虽然刚才正面一波打赢了，但是人族这个重组一直没有让人族开出五矿，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局面。白恩这个时候还是要尽量的开矿，同时防守，因为这时候进攻已经不太适合他了，因为重组机动性现在比他强。保了24条狗，还有4头牛，又转型地面部队了。狗加牛呢，如果说人族人口不达到一个数量级的话，是比较难打的。尤其是坦克数量还可以啊，现在还能打，现在有6个坦克。修了3个感应塔，就是为了要知道你这个部队的动向。又来看了，这一把雷达扫过，看到这片矿，都开始修地堡了呗。感觉吃力啊，这个确实很吃力，防这个对手的进攻。看一下，这感染虫都是很多能量的。拉兴奋剂，看坦克的位置，坦克架在了这个高坡处，位置很好。如果你想强冲，你上来之前是不会受到伤害，一上来就噼里啪啦一顿乱炸。虫族报到162人口，人族180，人族还在爆兵。其实虫族还有一些钱，但是他在考虑怎么用。哦，转了32个毒爆啊，他打算用毒爆炸上去。我们要看这个牛要吸引很多的火力，这毒爆上去才有价值。人族爆到200了，人族这片矿开出来以后，立马人族就有钱了啊！马上我们看到人族经济存款又达到了1000块，加上3000的气体。哎，这个虫族这么打还是很难的，我感觉这盘人族还是要赢了。确实，刚才那点优势呢，让虫族很难翻回来。现在就算你冲换光了以后，人族也不怕你了，人族有钱啊。人族这个和虫族是价值不一样的，这个虫族后续的兵很有可能就补不上来了，而人族这个兵你想去把它兵营很快的拆掉是很难的，它基本上这个在家里面再集结一下，而且它这个局部战在兵不多的时候还是非常占便宜的，一旦双方拼完了以后再局部交战的话，虫族就打不过人族了。这波200，除非奠定很大，感觉很难。人族这个一字长蛇阵啊，纵的非常好。你看，我们用这个慢镜头啊，稍微的滚上去看一下。我们来看这个一字长蛇阵，绝对有300多里啊。这长城马的来了，虫族来了。
好，还不冲，34分钟，双方进入到一个僵持的阶段。现在人族是不可能冲的，我就依靠阵地战来占你便宜，来防守的，这是我的优势。而虫族这么一冲吧，也没有把握。这矿区你看都踩到哪儿去了？一把雷达扫过，发现在这里敢偷我的矿，虫族要被人族忍不了了。哎呦，送两头牛有点难受，一头牛。高高山上一头牛啊，两个犄角一个头啊，这犄角挺多的，这至少得有六七个犄角呢。好了，人族上来了，霸王硬上弓，但这一坨兵这个阵势啊，你虫族怎么冲？这个路口太小了，虫族选择这就悲剧了，后面的纵线太长了，人族太占优势了。这么打，这样打完了以后，虫族就无回天之力了，虫族没有钱了，而人族瞬间就可以把兵补上来。补上来以后，我有医疗艇，这个原地作战你是绝对打不过的。虫族 GG 了，这绝对没有太多的机会了。这样打的话，这个路口实在太小了，虫族要靠包夹打人族才有可能能赢。这样的话 ，Ben 在扛了37分钟的话，应该说是拿下这场比赛没有问题了。人族的人口又领先了30，看虫族这最后一波怎么冲。看这个阵型，拉一阵兴奋剂，小狗数量还挺多，没坦克，但是交换一下，坦克在后面再输出，还是打赢了。确实，这个人族这个光头有医疗艇和牛，这个牛和小狗是打不动的，光头和枪兵医疗艇加血实在太舒服了。打上来以后，人虫族这一片矿丢了就等于 GG 了，因为他没有矿了。好，分枪兵分得很好 GG 啊， TSR Revival 是打出了 GG。 确实这个虫族太穷了，虫族如果你想打人族的这个一个满片矿再踩呢，你至少是这应该说是这片矿踩完了，那你就说打一片矿的话至少是两片矿的经济啊，暴兵而且还在不停的交换才可以。而现在这个交换你已经换不过他了，就从刚才那一波交换完了以后，双方如果说啊虫族剩了很多的兵，虫族还是有机会的。一旦是双方都换完了，或者说是双方这个剩下的兵都不是那种差的很多的话，这个人族就基本上等于赢了。包括人族 PVT 也一样，只要换完了以后，我的兵跟你的兵相近，或者说都换光了，人族重新出来的部队啊，有这个医疗艇在的话，我的部队不成为一个大比例，不是说200人口对 A 那种局面的话，我人族这个单兵作战能力是绝对最强的。就导致了人族在这种局面换家，或不是这个换兵换到最后，我跟你同归于尽的话，人族后补出来的兵是绝对战胜得了虫族的。虫族一定要靠着这项感染虫这种魔法技能去控一下，没有控场的话真的很难打。 Revival 这一盘其实打的已经很好了，他很努力的在这个控制着人族的这片矿。人族这片矿开出来之，就这个四矿开出来之前啊，这五矿开出来之前是可能都是人族比较危险的阶段。一旦这片矿开出来了，虫族呢这片矿和这片矿是唯一可选择两片矿了，因为其他片都没有了。但是如果这两片矿的话，你这一上一下的也没法守，总会丢一片。开一矿的结果呢就是这种结果，最后人族的一矿是打虫族一矿是绝对没问题的。这边呢这几个水晶应该说是比较的残缺，马上就会采光，这个只能算是半片吧，也是比较难受。好，这边还其实这边还可以算1/3片矿还在采啊，这个虫族实在扛不住人族这种消耗战，毕竟医疗艇在。好的，那么这一期的这场 TVZ 让我们看到人族选手打得非常的好，虫族打到后期的话，组合如果说大龙这个单位和那个牛这个单位不被克制这么凶就好了，因为这个三本科技啊，大龙被维京克制的是完克，然后牛被光头又克制完克，被坦克也被克制，所以就比较痛苦。好的，那么这一期的节目给大家带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够从这个人族选手和虫族选手当中啊学到很多很多的知识，希望大家持续关注少帮主的这个教学节目和这个战报解说。好的，感谢大家收看，再见。